高雄市民反映打电话来说，好几十年没有在高雄街头看到中华民国国旗旗海飘扬，大家都觉得异常的开心，异常的兴奋。所以这一次10月10号，我们高雄市政府办了升旗典礼，欢迎海内外所有的好朋友以及我们高雄市民朋友，大家一起来参加，庆祝我们中华民国的生日。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而且我们这么多海外的学子，这么多海外去参加各种运动比赛，各种技能的挑战，各种方面都是背。前两天我们看那个宝可梦的小朋友背着国旗参加世界宝可梦的比赛，还拿到冠军，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觉得爱国的意识，以这个时常可以大家来，每一年国庆的时候我们一起来，大家把这个爱国的心把它激发起来，这个对国人信心来讲，以及对于国家的向心力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